V Miss Hong Kong 香港小姐竞选准决赛，除了一班佳丽们吸引大家视线之外，现身的嘉宾亦相当值得关注的。多位慧贤雅集代表包括曹敏莉、向海南、黄爱伦、梁丽乔、张嘉怡、欧阳妙芝、张明雅、唐丽球、丁子田、李洁莹等，以及历届港姐朱晨丽、冯盈盈、陈庭欣、邵佩斯、陈晓华、庄思明、谢嘉怡、陈贞仪、郭柏燕、林海欣、黄嘉文、古佩玲、邝美雪、婉仪、叶倩文、胡美仪、黄碧莲。出席盛事一众师姐都悉心打扮，而有份在港姐真人 show 到做祖妈的冯盈盈就特别揀了橙色衫来支持橙祖佳丽啦。咁我今日呢条裙咧，其实是有心思嘅，因为要衬翻我作为橙祖佳丽的师姐啦，咁所以希望增强翻个 team spirit 咧，特登以橙色为主题去 design 呢条裙嘅。好高贵，但系咧又少咗少少性感。都有，咁我覺得性感唔係一定要嘅元素嚟嘅，同埋今晚我主要都係希望可以支持我哋嘅佳麗們啦，咁所以就唔好太搶風頭會比較好。我純粹就係我自己就覺得呢啲顏色我好少著，因為成日都會揀粉紅色啊咁樣，咁今日我就揀咗一條啡金色咯，係啊，想試下啲唔同嘅 feel 咯。而作為六組組媽嘅朱晨麗，寄語師妹們要放鬆 enjoy 舞台最緊要啊。Tips 嘅話，我就希望他們可以自信一點得嚟都可以很 relax， 好 enjoy 個舞台去表演，係，咁就得㗎啦。哇！我當年好緊張㗎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咧，我企喺度，我企定定啊，手都唔敢喐㗎。咁我琴晚就睇咗佢哋彩排啦，咁有幾個女仔啦，佢哋就比較太放鬆。咁佢哋著泳衣嘅時候就左右咁樣不停擺，咁所以我琴晚都已經點咗佢哋㗎啦，話咗俾佢哋聽就千祈唔好亂咁嚟啊，因為你著泳衣㗎嘛，一定有個儀態喺度。咁我希望今晚佢哋可以發揮自己嘅最好嘅狀態。而陳庭欣、莊思明同梁麗喬同樣選擇中門大開嘅晚裝大 show 美好身段啊！咁我 stylist 幫我手揀嘅咁樣咯，咁你覺得 OK 嗎？係，但係好激烈喎。係啊，所以我哋大家頭先都你唔激昂啊，咁樣講激昂，其實全部都激昂咯。一陣陸續有嚟嘅，你睇呢個熱血沸騰嘅嘢。係，咁呢條係有少少中性打扮，係啊係啊，即係有少少性感。係。因為我自己很怕穿裙的，其實，所以我多數都是喜歡穿褲咯。他們很了解我的，所以他們都估到，他們估到我大概都是這樣。但他不只是少少性感是吧？你的性感，你的性感尺度都很高下喎。千祈不要透翻埋。但其實他覺得呢個型格很有型。大家都喜歡。今次咁性感，會唔會做中意學措施嘅？其實每年我哋即係台慶都有機會穿得咁性感啊，咁華麗，已經慣曬點樣做噶啦。即係協晚都識做呢、這個防走光措施啊。講到女兒關鋒卿出戰準決賽，關禮傑對女女充滿信心，相信晉級冇難度啊！即一定會為自己女女打氣啦。咁啊，緊張有啲嘅，因為今年嘅水平好高。咁我自己又會喺佢哋嘅才藝方面，我自己有少少嘅嘢會幫佢，或者彈少少琴先，等佢自己後啲成長啦。而家爸爸就你自己去應付目前所有嘅嘢啦。咁有個gimmick咁啦，成長咗譬如面對困難啊，面對嘅事情啊，其實我自己頭都會覺得，哎呀，會唔會即係覺得，哎，參加講演會唔會令佢接受唔到，或者會比較辛苦？我覺得係值得去學習同埋成長，喺裏邊好多層次嘅嘢唔同，咁令到佢，我覺得啊，個人比佢係讀大學或者讀碩士咁咧，仲進步得快。咁呢樣嘢，我覺得係我自己好開心嘅。但有冇都同阿女女講過咧？哇，千祈唔好望眼神接觸啊！驚陣間一見到咧，即刻黑眼啲眼淚係咁流，真係好感動咁樣。佢又比較感性嘅，不過唔會嘅，不過佢會
即係喺今次講座裏邊咧，佢學識好多自己點應付啊，面對困難啊，所有嘢，所以我覺得對佢好有信心。上屆三位講者謝嘉怡、陳晶儀同郭柏賢呢日再次戴上講者後冠，都慨嘆時光飛逝，仲羨慕今屆佳麗得到咁多師姐教導添。呢一年過得好快。係，同埋即係我哋嗰陣時，我記得係影咗一幅相啦，即係我哋頭先啱啱喺後台都有特別影咗一幅相，跟住可以 before 人，即係一年前、一年之後咁樣可以拎翻出嚟睇，會好開心。即係一年前同大家一齊參選咗港姐，我真係冇諗過咯，但係真係可以喎。係啊 ，be so cute。係，同埋咧，其實今年嘅港姐啦，即係佢哋同上一年有形式有少少唔同啦。今年又有 vacation 啦，有好多唔同嘅即係 items 啦。你哋見到會唔會都啊幾得意喎咁樣？但係我覺得辛苦啲咯，今年。同埋好開心，即係佢哋嘅 station 咧係有好多個師姐咧可以帶領住佢哋咧一齊，即係見到有歷屆嗰啲譬如盈盈啊，向海南小姐，跟住佢哋一齊帶領住，即係佢哋香港係即係教佢哋，即係可能點樣面對鏡頭啊、講嘢啊，咁我覺得我係真係好，即係我自己都好想去呢個 station 可以再 station 咁樣。如果再參加多年，再面對多次嗰個壓力，滯唔滯先？我覺得係啊，係咯，OK 啊，一定要三個一齊同一組，係啊，好，係啊。